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一中商圈。这附近呢，学校很多，刚刚有台中一中，前面有台中科技大学，在这条路的后面呢，有台中体育大学。今天带大家来一中商圈走走。这个广场呢是爱广场，里面有许多的美食。这边还有用餐区。它还有二楼，有许多的知名店家。今天的人潮也非常的多。这条街主要都是小吃、饮料店，还有一些饰品店。这边有很多的公仔娃娃，一中豪大鸡排非常有名。我们带大家去巷子里面走走。巷子内主要是有服饰店、饰品店，还有美甲。这里很多流行服饰，非常适合学生。这里还有补习班，好，完了，待会见。
这边也都是服饰店，还有饰品店。今天是假日，人潮非常的多。有啦，其实他已经多了。刚刚有卖天使凉面，这里有卖天使鸡排。这里汽车几乎不会进来，但是摩托车还是很多，还算安全。旁边还有卖地瓜球、鱼蛋，还有射气球的游戏。这里有一个商场，叫做一中二街流行购物商场。在一中商圈的中间呢，有一栋大楼，它是台中农田水利会尊爵大楼。这里呢，补习班林立。有许多的学生都会来这里。快吧，我现在要吃好吃的天使鸡排，现在。